一个学生在这个系馆这个空间，在这个氛围里面，他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，会是比较好玩的。所以姐走在路上，然后我们就想说来决定一下谁当导演，谁当副导，我们就猜拳，输的当导演，赢的当副导，就是很愉快。其实我觉得我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太多的事情，因为同学都让我很省心，就是大家都各司其职，就是做得非常好。我觉得我会进去当小废物哎。我们前面有讨论到所谓的画完的状态会是一种蛮轻松的满足感吗？那这种满足感要怎么让画面里面去摸到这个东西，也是一件前面在想的时候想了蛮多事的。唱歌的环节是就 好玩。那个蓝色颜料沾到你那一刻的感觉是什么？就是来真的哎、欸。虽然想说应该不会很严重，但那个亚克力颜料涂下去，整个就很冰，很不爽。然后向东在那边一直说：“哎、啊，你惨了，你那个洗不掉。”那两天我洗头都洗了大概20-30分钟了。第一次体验这种档期里面所有吃的东西都不用付钱，特别就是我想要。那个时间会一再的延长，延长，延长了差不多7-8个小时这样子。就导演指导有方啊，大家的协调也不错的，然后节奏也很好。摄影就是我们画画的构图，那调光的话，给予这个画面一点比较不一样的颜色，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。哎，美术老师好，美术老师，美术老师，哎嗨，美术老师，哎，其实美术的部分，台湾地也比较潮湿，然后我们中部那边会比较会下雨，然后我妈就一直跟我说，哎，衣服还没干哦，没干哦，没干哦，从小就比较会有一点没干，整部片的情绪的一个起伏，从。男主从睡梦中清醒，然后一路到他画到很晚，画到深夜，然后呈现一个非常疲惫的状态。可是他内心的对于喜欢画图、喜欢艺术的这个心是很雀跃。那到后面的时候，到最后的时候，那个配乐其实我让他有一点生命力正在茂盛的一个状态，我想要把它表现出来。那个亚克力要涂阿路的后脑勺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怕那个外套会脏，所以，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，我的衣柜里面有一件我准备要丢掉的外套，蛮旧的，然后拿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超适合阿路。这部片的那个渲染性就是在你们让观众在看的时候自己去思考、去体会，说你们要表达的美术系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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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